好，我们今天要去参加一个约骑。那今天的约骑其实是光武跟费玉凡他们一起揪的一个约骑，然后要去看摩爱像吗？还是爱摩像？然后还会经过阳金公路，然后绕了大概100公里一圈。然后我现在正要前往跟他们会合，对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要去骑哪里。Go go。白沙湾摩爱像，然后接下来就往金山小溪。听起来路线其实蛮陡的。天平啊，我才骑过第一次100，现在都是平路。今天就第二次100了。我上次骑的那100公里也都是平路，但我骑到70、80就很崩溃。放心，这次也是70、80都是平路。哇塞，而且最后还要巴拉卡跟那后面都有10公里的山路而已，太可怕了。出发，出发。20公里，好热，现在已经快到圣约翰路上，快过淡水，领先集团到了，终于追到泽瑞了，太夸张，我明天在旁边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圣约翰科大了，耶、yeah!目前大概20公里左右，下一站我们要去摩爱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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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白沙湾哦，还潜水白沙湾吗？对，白沙湾 ，Go Go Go！ 他们都骑超快了。到了，所剩不远，现在已经30公里，跟预期的差不多，快到摩爱像了。后面的路段其实蛮硬的，会有一些上坡啊，而且会走到阳金公路、石门区，听说会到阳金就是比较硬的路段，希望大家回程还可以跟得住。太帅啦！抽起来，抽起来！光武说快到了，我们的第一站摩爱像。我们拍完摩爱像，然后现在即将继续前往金山小溪，因为要凑100公里，所以我们到金山小溪折返之后再原路回来，然后才上刚刚的有一间 seven 的地方，就上巴拉卡。拜拜，白沙湾，金山小溪见。已经来到43左右，还在加速中，超快的。我们要跟上前面那个集团，我要先跟上了，太快了。小七见。50K， 刚那一公里，就是他们去到50的。这5公里才跑了7分55，所以你看，这5公里后面我还放掉，可见他们均速多快，我已经跟不到。我刚刚跟他们的当下，我的瓦数平均都大概在220到230，所以我大概坚持了1-2公里我就不行了。我现在回到平均瓦数在140、150，时速大概30。先当作休息踩一下，
不然真的会爆掉，他们太快了。吃补给，吃补给，不然等一下回去怕太饿了。我们决定回程，然后改走阳金公路，就不走巴拉卡。对啊，你要拍那边，你看，看那边那个云那边越来越厚了。然后赶快，趁还没有那个之前，我们要骑向那边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么远？要停？开玩笑。十公里。还好我们早，现在小骑超多人。骑到云里面。对啊。出发。可以吗？我们去骑到云里面。所以现在瓦数多少？现在30秒，大概是180。30秒，30秒均功率啊！我的180，哎，你没有3秒的吗？3秒150，3秒150，140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我现在决定放生他们，好好骑我的瓦数，160、170就好，先放他们走，因为我也跟不上。我们现在就在阳金公路上，然后逐渐开始有硫磺味，他们两个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的距离已经骑了60公里了，然后我们的这一圈的瓦数是大概180左右。这里就是终点吗？阳金结束在这边。哦，对，我以为没了，只是结束而已。小段了，可恶！上面就缓坡了。这个刚刚不是也叫缓坡？稍微比较缓一点。好。台北金山，我们到阳金的终点了，台北金山。听说剩下一段，往上还剩一点点，好，继续出发，前往雅尼克，就是我们休息站。那算是我第一次上阳金，我以前开车、骑车都没来过，没想到这边这么多重机，还有小跑车这边赛车，就是开超快很危险，真恐怖。而且刚刚那边猴子好多。然后他一直想抢我们食物，真的要奉劝大家，看到野生猴子不要乱喂，不然他们会不会怕人，然后伸出来跟你抢食物。啊，继续前往 ，Go Go！ 我们真的要赶快骑一骑，赶快下山，不然很怕下午下大雨。我们已经绕一大圈到文化大学。超少用这样骑上来，我们要前往雅尼克。我读山下那么久都没有上来吃过，第一次来吃竟然是骑脚踏车。到了雅尼克，骑了80公里，好远，我们才了80公里。为了吃这蛋糕，我明就住山下，我骑机车上来都不用15公里就到了。总身落差1100。哦。又被学长姐们骗了。哎，杀了怎么手好痛啊？对啊，好想换碟刹，好想换碟刹哦。我的早餐，这是什么柳橙苏打、纽约起司、纽约芝士，开吃，超级饿，受不了。吃完了，刚刚在下滑，所以没有拍。终于要到家了，总共骑了，目前是88.3左右，所以总里程大概是89公里。我觉得这个路线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很有趣，而且很多网美可以去拍照的地方。然后路线也够长，而且如果你想要再难一点，你可以走巴拉卡，那难度就会更高。
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已经算很够，而且刚回来下滑，竟然有一段在下雨，所以有点小淋到，所以还好我们家这边没下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是你家人队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